金融数据是经济活动的结果，它剔除了经济活动本身这种庞杂的因素。我们看到结果，第一，企业躺平了，它没有增加贷款，它在减少贷款，说明企业对未来的经营预期非常差，它根本不想扩张，它只想收缩。第二个，老百姓也躺平，既不买房也不买车，那原因可能是没钱了。那么其中有一项，住房贷款，住房贷款是有史以来第二次减少，而且跌了4000亿，一个月单月跌4000亿，这个数据反映的是房地产市场在崩溃当中。你想一下，所有的老百姓买房子都要贷款，那贷款总额在下跌，一个月跌了4000亿，说明没有人买房。我们可以确认，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在处于经济危机当中。